新闻都开始来关心保阳乡大团结。900名乡亲伫咧乡长柯文平甲乡民代表会主席团长的带领之下，来到县政府头前抗议。原来就是对于新设立的这个市街场，应该爱离徛个500公尺以上才会当，因为这个街场的臭味是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。因此，因是要求县政府爱严格审核着跳步场的设立。在保研乡长的选择之下，上百位保研人来到县政府抗议，就因为县府胡乱来协准市街场的设立，而且都是外地人有计划性的来保研市街污染地区。你这建设，你放这地出来，你搁在使用这只，根本设立建设，阮乡的这嘛是通讲成立就业机会，根本就污染良田嘛。你也在查，来设阮保研乡的建设，全部不是阮保研乡人。就因为真侪保研乡亲，拢是一世人咧种田，真无简单。伫田里启动下代大，想袂到食到老，衰到家条做厝边，逐工拢爱忍受臭味。我哋个咧，跩拢是七八十岁阿伯啊，逐家拢装卡，逐家拢红喵，拢伫阮一个哦，一大爱家咧，就爱食臭味，你叫我情何以堪？你叫我不要啊！难过。管护农业处指出。原本的法令是规定新设的跳步设施要离主体300公尺，修法了后延长到500公尺，而且送来申请的农业的核准。即马目前已经送去议会的审议，当然这个部分啊吼，我嘛是。啊，今天我赚啊无？我怎么要减半？因为吼，这个咱这个条文啊吼，我嘛是对。农业处的回应，唔呐，让乡亲真无满意，而且这么侪乡亲来抗议，想袂到县长煞无出面来接见，只有派副处长出来，对此保研乡长是相当不满。讲啊吼，阮今仔拄啊做交代，规乡的代表、村长总来啊，因为疫情，啊无方发动第二波人会搁较侪，哦，啊无你叫副县长再接嘛。最后，县政府是由副县长林登富来出面接下订正书，针对乡亲的诉求，嘛答应会详细研究，搁较会严格执法。只要查到不法，除了罚款，甚至会废止贴布登记。大众新闻，丁尚雄报，彩虹报道。